宝宝，你看见我那条泳衣没？没啊。找不到了。对呀。找不到，明天给你买一件呗。是不是放在你这边了？怎么可能？你看，衣服、裤子还有鞋，昨天刚收拾完。你再好好找找。要我说，肯定落你姐家了。哎，这么巧，啊，等人呢？是，好巧，好久没见了哈。我等我女朋友呢。啊，都有女朋友了呀？怪可惜的，那回见喽。不可惜呀。你不就是我女朋友吗？啊，昨天睡得太好了，睡傻了是不是？嗯，可能是某些人性抱着的，太舒服了，所以呢睡得很踏实。哎呦。 是不会被占便宜的他是呢，还是有了依靠的他是呢？嗯，两者都有吧。要不是昨天你心情不好，时机不对，我可就亲吧。我先带你看房子去。啊，看房子？哎，别看了，北京的房子都那样。就我们的要求啊，就是很简单啊。 小区越新越好，一房一厅，这个朝向呢最好是朝南或者西南。来，请进。哎，看看，这房子不行，楼层太低了。虽然是朝南是吧？但外面那楼那么高，过了10点之后，那楼就把阳光给挙住了。就二位的这预算大概是多少？最好控制在6000以下吧。周边配套一定要丰富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离地铁近，这有这样的房子吗？怎么要求这么多呀？这楼层不错吧？小区楼间距大，楼下呢还有一个不小的绿地，挺好啊，挺好的。这是倒是不错啊，这个价格性价比也挺高的。但是你，哎，你听，隔音不好。 楼上多肉馅儿的，这样隔音不好，很容易引起邻里矛盾。没事儿，我晚上就回来睡个觉，白天又吵不着我，白天我走走。我觉得挺好的，就这儿了，你跟房东说一声。那我去联系一下房东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啊，麻烦了。你知道全北京人均住房面积是多少吗？嗯，你家那个面积啊，都能算得上豪奢了。是吧？当然了。所以啊，你看我空一个书房，要不也浪费。 你搬来我这儿呗，行，我明白了，继续维持自己这个散发着魅力的单身女性人设，是吧？我是不想，我第一天跟你谈恋爱，我就搬进世贸天阶对面的豪宅，那明天你要把我踹了呢，我怎么办？我流浪去吗？哎呦，真可怜，说的，要甩也是我被你甩，好吗？不过我倒是不会流浪，会有很多善良的小姑娘收留我的。 君子权，活够了是不是？喂。喂，王律。方莹，曼国的案子怎么样了？那个韩寒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一切顺利。我这边差不多可以回去了，但我还需要几天调整一下。行行行，没问题没问题。那你那边多保重啊。放心吧。你有什么棘手的问题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这样吧。你妈。
你能不能别让我担心啊？我不就是出去跟张阿姨跳个广场舞了，又怎么了？你这都跳进医院了，不小心把脚崴了一下。我说你真的，你注意一下。怎么绕一下？队长。今天咱们聚餐是多少钱啊？发个群收款吧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没有，刚才听见他洗澡就没叫你。你几点回来的？我好像八点多吧。是吗？谁呀？大半夜给你发消息。那个小区物业说明天要浇农药，我头好像还没完全干，没吹干。看一眼手机，响了。肯定是小区物业呗。万一急事呢，也不耽误时间，看一眼呗。看。徐家柏，合着你门口放监控就是为了查我岗是吗？你说你一回来就能提示我，有什么不好呢？你绕什么弯啊你？你不就想问我为什么九点半回家吗？你不就觉得我出去鬼混了吗？公司聚餐我能不去吗我？你一天天这样有意思吗？有病。这才两杯，酒量可退步了啊！好久不喝了，不退步了吗？半个月没见，干嘛去了？回家去了。怎么了？你看看你这眉头皱的，有什么烦心事儿？皱眉头是习惯，操心命是天生的。我这个人吧，就喜欢听别人的烦心事儿。那也不是谁弄了让我敞开心扉啊。那咱们喝一杯。嗯哼。威士忌是吧？嗯哼。你好。开瓶一样。
小白，你在干嘛？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手机密码的？宝宝，你误会了。你每天就是这么偷看我手机的？你看啊，你看出什么了？ 哎，山哥，上次你走的太急了，我吧，我有个弟弟，是做红酒的，啊，那不是外边认的那种弟弟啊，高材生，我感觉呢，你俩还真适合勾兑点事儿。那行这样，哥，你把他微信给我，我直接跟他联系，好不？你知道这个酒吗？我本来以为是三无产品，结果一上网一查，还挺火。我知道，说什么？ 这个酒的酒窖里面有好多各种技术，能让这个酒跟别的酒的味道不一样，对吧？对，就是这。真假不知道啊，但噱头特别足。哎，不过说真的啊，这案子要是成了，你人够不够？就拿俩小兵。所以啊，我才叫你过来商量商量。你说这合适吗？上回那香薰，这回红酒，全是你拉回来的。有什么合不合适的？现在公司情况你又不知道，内耗这么严重，我做任何案子。 A 大那边都想参与一脚，这个时候咱俩不抱团，那我还能信任谁呀？再说了，你不是告诉过我吗？成了家，是吧？没时间搞事业了。你不帮我，谁帮我呀？双硬核强内护的皇家美素佳儿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对。哎，不对。嗯。 不是什么成了家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，徐子泉？哎，何方神圣啊，能把你这妖孽给收了？回头我得好好见见，我得给他磕一个。哎呦，不用回头，你先给我磕一个。去你！那怎么着？说定了啊，咱们俩一块干了啊！好，干！什么口气？跟你没关系，家里的事。怎么了？ 就他爸最近行，知道了，需要多少？
我转给你，干活。好，接下来的分享嘉宾是严吕宁，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，耶鲁之地，从事互联网及电子商务领域法律研究。欢迎严教授。 大家好，我是严吕宁。很高兴大家能来参加我的分享会。我相信大家很想管理好自己的企业，也很想制定一份又合理又合规又能避免企业风险的文件。那今天呢，我将会给大家讲三个要点，这个处理合同的时候会遇到的大概问题。 其实，在这方面，说实话，我也是新人，以后。严教授，均衡 IP 部律师王玉素，方便加个微信吗？好啊，我扫你。严教授住哪儿？ 以后啊，你叫吕宁就行。我住前门附近。那前两天怎么会在我家楼下？正好过去有事儿。那天心情不好啊。回了趟老家，家里出了点事儿。放完吧。 我喜欢。喂，怎么了？想和你在一起呀。 想你了，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啊，谈恋爱的时候画风突变啊。不喜欢，不喜欢的话我也可以冷酷一点。喜欢，干嘛呀？我在收拾东西呢。你看外面的天气这么好，想跟你在一起呀。好啊。好，那我来了，我来接你了。嗯。 喂，你好。抱歉啊，唐律师，这个房东还是决定把房租给别人了。听说那个小姑娘是单身，觉得比较好，害怕您经常带男朋友过来。你也知道，情侣租房就有那种不太爱干净和不讲理的。不是你这怎么的也得有先来后到吧？怎么还歧视非单身女性呢？你这，那我怎么办呀？我不是也租了吗？ 我告诉你，我们唐律师保留对你们公司进行起诉的权利。你给我挂了。嗯。那我怎么办呀？马上没房子，我要流浪了。除非这个时候出现一个给予才华、帅气、细心、体贴于一身的男士，愿意给你租房子。 租你的房子也不是不行，嗯，那我也不会亏待你了。房租我照样给你，水电费、燃气费我们一半。水电费、燃气费可以不付，房租也可以不给。
那可不行。Every passing calm, each face becomes familiar. 我要薪资啊！姐，带上身份证来找我行吗？锁上那个保险锁。说说吧，怎么把你身份证抠了？本来我们吵了一架，都要和好了，他当时朝我下跪了，我能不心软吗？我这就是我昨天晚上熬夜写的保证书，看看。嘉柏，我不需要你向我保证什么，你偷藏我衣服也好，偷看我手机也罢，这对你来说可能是很小的事儿，对我而言已经触及我的底线了。宝宝，对不起，我爱你。嘉柏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也很爱你，但是健康的关系不是这样的。或许你需要一个给你很多很多安全感的女生，我们各自好好想一想好吗？我不同意。宝宝，你一旦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，如果有问题我可以改，什么都可以改。你是不是不愿意帮我呀？嘉柏，不是我不愿意。宝宝，我就知道你很善良，你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？我们肯定有未来的。结果今天我们老板说报名下个月考试需要身份证，我一翻我钱包，我身份证不见了，他把我身份证和户口本全藏起来了。我之前觉得是我自己想太多了，他一直跟我强调说偷看我手机、偷藏我衣服都是因为太在意我了，但我现在觉得很害怕，很吓人。你真的没想多，妹妹，他这就是很可怕呀，他这是在拿爱的名义绑架你，你千万别被他带跑偏了。嗯。谁呀？谁呀？他跟踪我。点开门。哎，行，咱进来换下鞋。哎呀，好。子权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嗯。还有一个菜，马上吃饭啊。哇，好的，好香哦。啊，穿那个绿色的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姐夫。没事。什么呢？那个。本来就是。小影。哎。你过来帮我一下，现在你自己随便转转，好吧？哦，行。哦，来了。要干嘛？帮我把汤盛了。好的。哎，洗手间是在里面那房间吗？前面左转。哎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接你们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徐家柏也不是坏人，没有什么安全问题的。打个车方便，再说你不是还做饭吗？《装腔启示录》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那个放中间吧。哎呀，你们家这么大，你们俩没打算一起住啊？啊，没打算。是合租。不是，你俩这也太没默契了吧？啊？本来我还挺 emo 的，给你俩我都这个笑。想要吃饭吧你？姐夫，这些菜都是你一个人做的？啊，我做的，尝尝好不好吃？确实还行啊，这手艺快比上我爸了。哎呦，那不至于，夸张了，真的。这房子也是你自己一个人买的？啊，贷款刚还完。调查户口呢你？哎呀，人家都说了，户
会做饭的男人胜过高富帅。哎，你说，姐夫这么尊重你，对你这么好，你俩早日原地结婚，赶紧生孩子呀！哎，你少说两句，你吃饭行吗？姐，你急。嗯。你妹妹就这么走了，能安全吗？放心吧，他们公司有专门留给来京出差客户的公寓，正好有空房间。刚才已经到了，给我打了电话报了平安。可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哎，还是得彻底分手才行。哎，他这么多年折腾过来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得出了一个结论。但凡不是他自己真心想要分手的，谁劝都没有用。所以啊，多么痛的领悟都得自己去体会。哎，现在就你和我了，要不咱们俩也体会体会。狮子犬，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，你说你家装成这样啊，那是不是你那会儿跟你前任谈的时候都已经谈婚论嫁了？这不会是婚房吧？啊？那个衣柜那长柜子很明显，它就是给女孩装连衣裙用的呀。你空了那么大一半，这个我能理解啊，你毕竟的成套的西装也能放那儿。那你那个三层的抽拉的首饰柜呢？你平时也不戴首饰呀，那得起码放50个友谊之戒才能装满。长夜漫漫，我们还可以聊很多。那你说，是我一件件的问呢，还是你主动交代啊？那什么都不聊了，行吗？不行。哎，哎，请问你找谁呀？哦，徐家柏，哪个部门的呀？金融事业部。他这名字怎么写的呀？我这边没有找到哎。双人徐，家庭的家，百慕的百。您打个电话转接他一下就行，然后就说，有位林小姐在前台等他。您确定他是我们公司的吗？是啊，我之前还去过你们办公室呢。那您等一下，我打电话问一下哈。喂，哎，前台这边有位女士找徐家柏，但是我在系统里找了，没有看到哎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帮您问了一下，这个徐家柏两周前就被劝退了。还有什么能帮到您吗？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在这练，之前没见着你啊，见你是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确定啊？你再来一遍，我看你怎么回事啊？哪儿出的问题啊？哎，别行，不行，你这歪了，你居中。现在重心有问题，你就得用上这个夹子。你万一一边掉了，那边直接就砸过来了。啊。行。哎，下。来，不行，三分练，七分吃。小木，你就是太瘦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就得米呀、面呐、肉啊，全都造，先把维度先轰起来。行，哥，以后我就跟你混了，行吗？你不知道，最近老大也太能折腾了，这整得我每天晚上睡觉都睡不好，身上还光出虚汗呢。哎，你都累虚了。对呀。哎，那你们那个香薰项目怎么样啊？苟延残喘。有一个问题，我真的想请教你一下。说。
就比如说香薰这个项目，这一开始洽谈的也是我们，徐总那边也给出了心中的底价，8%嘛。但就是有人报价比你低，哪怕是赔本，他有人跟你抢，你说这咋办？为啥会赔本呢？你不知道，其实这个项目呢，老大一开始是不想接的，这不因为当初绿能黄了，海象又爆雷了，只能饥不择食了。哥，我们今天有发现，他们的原材料供应商定价又涨了。你也知道，现在全球范围内的供应商都面临着减产的问题，要是找不到新的供应商，他们明年的财报数字就会非常难看，所以今年必须得把材料给报上去。价格没谈拢，合同没法签，时间却越来越紧，所以我们报的几乎都已经是底价了，但没想到还是有人。算了，小梦，我要是你，我现在我就下架，8%让到6%。你别看就2%，他徐子泉他就想不到，他就让不出来，人 A 的就能想到，所以徐子泉就是不行。你跟着他，你没什么发展的。小莫，老大，几号突突呢？艾达为了和我们竞争，把价格压到了6%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喂，魏晨，你要不今天别去公司了，避避险。你决定跟 A 大摊牌了？对，而且绿豆的陈前旧账也该翻一翻了。你自己看着来吧，只是都一个公司的，也别闹得太难看。放心吧，我明白。哎呦 ，A 大总。找我什么事儿？请坐。先不坐了，说吧。啊，听说你们的报价撤销了是吧？什么报价？我们手里十几个项目呢，要不具体的你跟小旭聊聊。你们今天晚上原本要跟欧洲的香氛原材料公司开会，对吗？10点。但是据我所知，今天晚上你们开不了这个会了。坐吧。小旭。帮我来杯咖啡吧。好。徐总跟我说，你们也报了价格的时候，我并不意外。而且上次绿能被搅黄了，我也没说什么。毕竟您是领导，即使要谈，也应该是 Richard 找你谈。Richard。他怎么可能主动来找我谈？我知道您二位是老同学，在我入行以前就一起工作了7-8年，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了矛盾，那是你们个人的恩怨，跟我没关系，对吧？我现在只在乎的是到底是谁在我们两个团队之间在这瞎搅和。徐子泉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当我看到聪明人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最大限度的能力时候，我真的替你着急。您不着急，我都不着急呢。哦，对了，原材料减产的事儿呢，是我瞎编的。您撤了报价，我很感激。所以呢，我约了合规部门领导，也不用跟您谈了，对吧？那就麻烦你了，曼朵。
你回来了。嗯，回来了，你接着睡吧。啊不，啊，哎呀，哎，秀子轩，以后啊，咱们再也不要彻夜长聊了，好不好？有问题白天解决。我今天整个人在律所里面都要垮掉了，我的天哪！还好我的老板大发慈悲放我回来了，不然我今天真的能死在律所里。你呢？你怎么样？累呗，但是好在解决了一个麻烦。哎，你别收了，你过来坐会儿。没事，先收了。哎，你知道你现在这样子特别像我爸。哼，真的跟我爸一模一样，就是那种细致入微、特别贴心，但是呢，特别喜欢在我面前干活，弄得我特别内疚，就只能跟他一块儿干。我没叫你非要干啊，对吧？你不干我干呗。再说了，其实你可以吃完之后就把它收了呀。那你知道人总是有那种特别累的时候呀，累得真的连句话都不想说，连吃这个饭我都是耗尽了我最后0.01%的力量，我就想睡一会儿，睡醒了再说怎么了。是可以，没错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醒了之后这满屋子充斥着外卖剩下的味道，能好闻吗？嗯，是不太好闻，我吃饱了睡醒了闻着这味儿还真是有点不适。所以啊，下次记得收。啊！啊！就这？嗯？不抱怨了？不抱怨了？怎么了？这算不算是我们？谈恋爱以来，不对，合租以来，第一次的吵架。哎呀，不算，这怎么能算吵架呀？这顶多是咱们俩这个生活习惯中的一点小摩擦。但我明显的感觉到你刚刚不耐烦了。有吗？有。很明显吗？很明显。我下回一定注意。而且我都已经张开了我身上的刺，准备来回击你。一点给我施展的空间都没有。可是你这么说，像咱们俩不熟似的。那本来就不是很熟嘛，像我们从陌生人到朋友，然后再到亲密的情侣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这个过程。等等，画个重点，怎么个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啊？你真讨厌啊你！这是讨厌不讨厌的问题吗？这剧情都发展到这儿了，我要是不把你摁在沙发上，你把那破手机扔了行吗？它太耽误事儿了。把妹妹扔。喂，新姿啊，怎么了？新姿，姐，什么情况啊？这是我领导胡哥。他接到公司安保的电话也赶过来了，我不是昨天入住吗？这边的保安发现我一出门，楼道里就一直有个人影晃悠。我下班一回来，家柏就又来电话了，说要见我。薰姿姐姐啊，你好。那个不用太担心，我已经让保安把人给拦住了，但是我是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他的。麻烦你了。哎，没事。还是跟到这儿来了。但他是不是在这儿安什么监控了呀？我跟你想的一样，找半天了没找着。我刚刚也找了半天。这什么？摄像头。没事啊。我来，我来。薪资，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呀？我再考虑一下吧，舍不得分了。他现在这样，我觉得有点离谱了。难道你不觉得很吓人吗？其实他是有一些出格的地方，但他对我好也是真的。也许是太爱我了。但这真的是你想要的感情吗？
可是，每段感情不都有缺点？他有他好的地方，我只是觉得不能轻易的全盘否定一个人。我跟他好的时候，我考虑了很多，所以我觉得哪怕是分手，我也需要再考虑一下。其实我觉得，哎，到哪儿了？我晚点回去，陪陪我妹妹，劝劝她。我一个朋友要来找我呢，但是我们有可能先走了。那才刚开始吃呢，叫你朋友一起吃啊，反正多个人还能多加份菜嘛。行，太好了。那我大学室友，我们俩呢好几年都没见面了。他之前一直在南方，别被别的男人拐跑了。开会啊什么？成哥，这儿这儿这儿，哎。好久不见，老婆。好久不见了。你怎么这么结实啊？坐了，坐坐坐，快坐坐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我的同事薪资。哎，啊，这位呢是薪资的姐姐唐律师，程总。唐律师好。程总好。你好，给我也来一杯，跟他一样。哎，好，稍等。谢谢。刚好你来了，我需要你帮个忙。薪资呢，她的这个男朋友啊，有极强的掌控欲。所以呢，在他家的门口装了监控摄像头，每天监控他的行踪。那现在小姑娘就害怕了呗，那就先暂住到公司的公寓。结果这个小伙子非常有本领啊，追到了公司公寓，还在公寓楼道也装了摄像头。现在我也没办法了，你这个老狐狸，抓紧时间快出出主意，快！你就打算这么假装不认识我了吗，唐颖？啊？真是太巧了，老胡，我跟这个小姑娘啊。不光认识他呀，是我的老乡，还是我的邻居。10年前啊，我还去他们家给他补习过功课。我发现你们就这巧的就离谱，怎么可能嘛？嗨，我怕你没认出我，你这不尴尬吗？刚刚你进来，我第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嗯，刚来的时候确实没敢认，这18变了。不过虽然过了这么多年。你的习惯跟喜好还是跟以前一样。好，好，认亲结束了啊！先说正事儿，你现在抓紧时间给出个主意，人小姑娘现在都害怕了。反正这事儿吧，嗯，你躲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嗯，因为第一，既然她都已经知道你住哪儿了，那躲就已经没有意义了。这第二，有些问题吧，你越拖着。越容易激化矛盾。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我们确实是不知道徐家白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嗯，你这么躲着，反而你更被动。哎，你知道打边炉和火锅的区别？啊？这个，我好久打边炉啊，其实这个边不是现在是挺久了。距离你拉开我已经有10年了。哎，这事儿可真不能怪我啊！你那会儿才多大呀？老给我发一些奇怪的消息，我要是不把你拉黑的话，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？那我还得谢谢您了。客气。你现在过得还好吗？久别重逢，都应该问这一句吧。不太好。你怎么不问我？你不用问也知道，你过得肯定不错。哎，那还有没有机会再加个微信？如果你还要拉黑我的话，那就不加了。这么机智。子晨，
老舅，怎么样？还没出来，我都要吐了。哎呦，我天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坐，轻松一点行不行啊？那生孩子哪有那么快的呀？这里边没什么事儿，你外边急死了都。还好你过来了，我踏实一点。我告诉你，也就是你，要不然谁能大半夜把我叫出来围观人生孩子呀？老薛啊，前段时间我老丈人家出事儿，都是你帮我。现在我……行，憋回去，一会儿留给你老婆还孩子。家属，哎，恭喜啊！我是孩子父亲。啊，恭喜你，是个女孩，五斤六两。女儿，嘘，小声点。对不起。那我老婆怎么样？母女平安啊。谢谢，辛苦了。女儿，恭喜啊，兄弟。哎呦，干嘛去？回来了。啊。这么久不回人家消息的，坏毛病跟谁学的呀？是不是跟你三千家里吃饭去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刚才那个地方没信号，对不起了啊。渣男。你这总爱给我扣渣男帽子的毛病，得改改啊！我告诉你，过来，给你看个东西。看什么呀？给你看看。嗯，嚯，这么嫩乎乎的，嗯，谁的孩子呀？我女儿。你现在不出去约会就算了啊，你还去看自己的私生女？干女儿，啊，看。哎，你看看你这样子。这是江城的闺女，我今天啊就去医院陪她等了一晚上，她老婆生孩子。哎，这可能就是我。延迟的幸福感吧。说着，生命真的是很奇妙。嗯，徐家白，松开！哦，想你。你弄疼我了，松开！锦子，你不在的时候家里空荡荡的，特别不像个家。跟我回家好不好？你这样我怎么敢跟你回家？你偷看我手机，跟踪我，在我公寓门口装监控，你连辞职这么久了都一直瞒着我。我现在特别怀疑跟我谈恋爱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是变态吗？你是在怕我吗？你不可怕吗？现在你不在的时候，每天都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你就一点没有想我吗？回家说说。你别碰我，
我们去一个人多的地方说可以吗？那你说去哪儿？要不然咱们在这儿说吧。这儿有人流，也有监控，你别害怕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好。其实我知道，今天无非两个结果，要么是回家，要么是分手。我今天先向你道个歉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偷看你的手机，被你抓了现行，我无法解释。我呢，是一个很自卑、很自卑的人，我很没有安全感，尤其对你的时候，我特别卑微。你每天总有办法让我觉得我什么也不行，不是说你不好啊。就是因为你太好了，但人不就这样吗？总是想把最好的了握在手里。我就是想把你握在手里，有错吗？没错。你的手机里每天都会有无数的追求者烦着你、缠着你，巴不得咱们俩马上分手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我说你为什么给他们发微信的时候能那么开心，那么快乐？我不知道。你是怎么看待他们的？又是怎么看待我的？你是他们追的？你想多了。加班，我给你的安全感不够多吗？你不让我穿短裙，不让我穿吊带，我再也不穿了。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，我跟其他人出去吃饭，我总觉得好像对不起谁一样。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社交生活。你在我公寓门口装监控，不也证明了你是你心里有问题？我心里有问题，我心里有问题。当我知道你跟那个胡哥出去时，我怎么想的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跟他干嘛，明白吗？我会乱想，我会胡猜。你觉得你这样做没错是吗？你不觉得恐怖吗？我什么都没做。可你知道我经历的恐惧一点不比你少，明白吗？你不能接受我看你手机我不看，不能接受我隐瞒我不隐瞒，我可以为你改变一切，我可以改变所有，明白吗？心子，我知道我没有分寸感，我占有欲强，但我害怕失去你，明白吗？我害怕。你可以说我是人格缺陷，人格缺陷，你什么都可以说我，但我对你来比所有人都真心。
干什么？徐家凡，您应该清楚的是，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。我身份证还在里面。还给我吧。林薪资，这次让我先走可以吗？Streets were soft for love.